你们想去赵胆泉？是的，我们并不怀疑你是真心想要保护小秋，但还需要决定性的证据。另外，我们更需要知晓敖虚到底在预谋什么。既如此，我就等你们探查清楚。 方才那首歌，是子秋母亲经常唱给他听的歌。什么？看来，即便没有了记忆，子秋也还记得明恋的存在啊。而你。 也很得子秋信任，因为我绝对不会让小秋受到任何伤害。魔尊，九泉动荡，似有神界在背后操纵，那修吾。 似乎同幕后黑手颇有渊源。魔尊，神界绝地天通已久，现将九泉动荡归罪于神界，仍属臆测。还请魔尊静待真相查明。恳请魔尊给予一些时间。好，天魔女。 但是本座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多谢魔尊。奎宇大人，子秋不好了。魔尊大人，这里是赵胆泉，那尊雕像就是依拳手谢志大神形象所塑。只有神族才能查阅赵胆审判记录。你们在这里等我。 神尊曾言：“赵胆分内外空间，卷宗置于其内，审判行于其外。此处氛围与方才所见不甚相同，看来便是内空间了。要确认魁宇所言，需找到魁宇案件的记录。月洞门原来是洗楼间的通道，赵胆洗楼应按伏羲大神所制的先天八卦排列。” 眼下杂乱无序，看来还要费些功夫将其归位。不过，该如何确认八卦方位？此处有神族讯息，依此描述，需将两座喜楼归于正确的位置，才可调阅一段审判卷宗。 而所对应八卦方位的提示，就在这洗楼之上。与之罪。 天女魁宇，如扰乱审判，是有何不满？魁宇并无不敬之意，只是还请诸位长老与庭上再多考量。汝为部下求情，可他们私通触犯天规，更已有孕可做铁证。冬季与明烟有孩子了，庭上还请开恩。 赵胆裁断已决，不可更改。诸位长老，经三族大战，神族折损甚巨，连续将孺子多神将治罪，对神族战力影响甚大。他们也曾为神界立下战功，可否？胡言荒唐！神族长生久世，然神族若犯其生子，会被子嗣及走灵力，堕如蝼蚁般。如可知晓。
知晓。罪深自甘堕落，放纵情欲，减损神族之荒淫行径，藐视天规，危害神界。如身为新神族首座，竟不顾神族兴亡大局，为那些自私的罪犯开脱。正因如此，在座诸位长老方明定此条戒律，否则长此以往，神族将步入衰败之途。中央的光球在向四周扩散灵力，喜楼靠近时则会被此股灵力推离。应不是难事。徐长老，即便他们罪有应得，但神子们无辜，缘何一并打入天域？神子们身为神族后裔，待其成长，亦可为神界助力，还望开恩释放。荒谬！非天地塑造者，绝无资格称神族。啊！如身为新神之首座，理应约束部署。若如擅尽职责，无今日之事。天域苦寒无比，还请允许昆玉探视他们。无礼！我今日擅闯赵丹，已然逾矩，纵容部下亦难辞其咎，质疑赵丹审判更是不敬。还请赵丹判昆玉渎职于藐视神界律法之罪。谢志，按律魁宇应如何惩处？按律应免去神将之职，禁足千年。魁宇，汝诸多过失，今起贬为狱卒，至天狱守门千年。是。玄女明镜，魁宇对神界早已心怀不满，贬为凡人，逐出神界，缘何派往天域？魁宇罪不至此，可徐徐教化之。况且天域隶属汝管辖，本座就将魁宇交汝看管。是。天地依旧闭关，不问世事吗？是。神界庶务由本座和众位长老共持，尚可维系。只是神族成员如此有减无增，或同如所言，将有衰败之虑。下官身为刑狱长老，必定严刑峻法，以儆效尤。天帝似乎早有预见，闭关前曾在春姿尝试新的塑神之法。哦，可已有造化出新神？未知。春姿乃神界禁地，为九泉结界所隔绝，天地严令非全守不得擅入，本座亦无处得知。敖虚，魁宇劫走八名神子，叛逃魔界，
此案滋事体大，天域唯汝管辖，却看管不严。本座与众长老决议，罢去汝神界长老一职，不得再参与神界事务决策。汝权能仅限刑罚，且天域狱官代乎职守，亦命汝承接其位。本官领受，然魁玉不仅叛逃，更唆使众多新神族追随其叛入魔界，令神界威信荡然无存。恳请诸位长老立即下令出兵征讨。敖虚，天地绝地天通之后，严令神族不可擅自离开神界，更不可轻易再开启战端。汝欲违背天地旨意？此言差矣，我等为尊贵神族，遭此奇耻大辱，岂可容忍？不剿灭魁玉等叛逆，神族如何立足于六界之上？敖虚，本座理解，但若神界出兵魔界追剿，无异于挑起大战。三皇所立之停战协定，本座不可违背，神界不可违背。本座只能应允，若叛神离开魔界，本座即刻发令缉拿。若叛逆始终不出魔界，岂非任其逍遥法外？劫狱案卷之子为替凶手，魁玉所言或许不假，暗报罢免，实为欺瞒。劫回自囚，但隐瞒私藏。春姿拳手，冰泉女，原神树之护养天女，醉神西瑶，按天规应夺之刑体，令其精神继续护养神树，现已将其送至神树行刑。西瑶，殊为可惜，竟为私情而窃神树果实，犯神界大忌。因春姿泉与神树息息相关，西瑶方被长老们选派兼任春姿泉拳手。汝自请戴罪立功，为神族看护命脉。西瑶也已将春姿药环交于汝，汝需恪尽职守，不得有丝毫懈怠或存私心妄念。敖虚定当竭尽所能，不负重托。春姿泉为神界命脉，汝任拳手期间不得离开神界。遵命。这就是神尊拳手之职的由来，但魁宇与春姿拳手的相关记录均无凶手线索，必须查清这件事，凶手之罪。不好！
修大哥已经进去好一会儿了吧？怎么还没动静？再等等吧。哎，阿尤去哪里了？你在记录有关赵胆的见闻？神农九泉之中，赵胆和春姿为神族所占。我们村子的历任拳手都无法探知这里的情况。好不容易能来一趟，这儿的一切我都要详细写下来，带回去收藏。就是不知道哪里是泉眼。之前说三族大战是为了争夺九泉，那赵胆和春姿是神族的战利品吗？不完全是。据传说，大战之前，神族就已经独占了春姿。春姿净化下界浊气，并滋养神树，神树再产生清气滋养神族。赵胆泉原本是神族裁决三族争端的地方，那时三族还把神族当老大。但三族大战，绝地天通后，神族就只用赵胆来内部审判了。正因为神族是胜利的一方，自古以来，神族都以上位者的姿态看待其他族，人族曾盲目敬畏神族。月姐姐，修大哥怎么还没出来啊？修吾到底都查了些什么？这都大半天了。再等等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镜子好强的灵力。我知道了，这面镜子才是赵胆泉。那石像动了。师弟，抱歉，是我欲强行查阅凶兽记录，没想到触发了不明禁制。没关系，先应付眼前。赵胆泉双位数，竟然是剑手。每个拳不都只有一个位数吗？这里怎么有两个？欺负人吗？剑手是神族掌握，天道快了，人到机会就离开这里。不可
判无尽之罪，代天巡罚，道士不忠。这名镜子兔牵引神罚，擅闯赵胆，谢之大神，还请停手，退去。敖虚，彼等为汝之部属，管教不严，还请谢之大神见谅。既是汝之部属，查阅卷宗理所当然，刑罚乃汝执掌，
彼等有种处理。如缘何径至赵丹，又缘何引起骚动？参见神尊。汝是那人界女子？是，我等为协助修无神将维护人界的修仙者，因神子被劫，无法与神尊联系，不得不随机应变。确实如此。回答本尊方才疑问，汝缘何至赵丹？还请神尊恕罪，我等未能阻止天魔劫走神子，无颜面对神尊与世人，为弥补过失而来。哦。之前我等遭遇天魔众，虽竭尽全力，奈何其太过强大，让其带走神子逃脱。为弥补过错，我等特意寻得独杖拳手相助。小的是独杖拳手，见过神尊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来到这里。因听修无神将所言，赵胆存有魁宇罪行之记录，因此我等想来此查询研究其弱点，再潜入魔界将其擒住，夺回神子，以不负神尊之期望。没想到造成神尊困扰，是我们的不是。魔界已有所警觉和防范，再行潜入已更加困难，本尊也不忍汝等白白送命，汝等先回人界，静待时机。静待时机。汝受伤了？属下技艺不精，不敌赵丹位数。汝身负重任，需小心谨慎。谨遵教诲。去吧。不知是何意，他难道怀疑我们在调查他？师弟，你调查到魁宇劫狱释放凶兽的事情了吗？师弟。啊，无碍，只是有些头晕。可能是刚才在赵胆消耗了大量灵力，等我们到天魔国休整一番再做打算吧。你去查了这么久的卷宗，就算没发现凶兽的线索，也总有别的收获吧。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魁宇所劫之神子实为七名，敖虚却上报八名。子秋就是那个没被带走的神子，这部分与魁宇所言确实相符。师弟，
尊把控。既如此，就尽全力为本尊去铲除那些可恶的叛神吧。天帝陛下看到了吗？蜀国所造的残次品皆是如此。只有吾等这些完全用您的神力造出的神，才是真正的神族。为了重现神迹如果宁肃清异类，方能让神族亘古长存，立于六界之巅。究竟发生何事？
母尊。你胆敢闯入岩波？在下无意扰乱岩波，是奉天魔女之令来接这些人。凶魄咒。您知道这个咒术，能解开吗？请相助神族，他背后或许有本座想要的真相。这是师弟被敖虚下了凶魄咒，是魔尊将我们送过来的，求您务必救他性命。慧玉大人，无妨，有些脱力而已。他已无碍，你去看看子秋吧。